Hello Hello， 大家早上好。每一个都很兴奋哦，有很多那个内刚，还有很多力气。哎，请问你们昨晚上谁有来的，请举手。哎，安迪，你们有来没？有来吗？有。我们来到神的家，一定是充满着气氛。Amen。今天早上来到神的家，我们更要多多的高兴。因为每一次我们到来神的家，神的祝福、神的爱、神的力量会更多的增加在我们的心里面。Amen。 来，我们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今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心，要来赞美你，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今早晨所我们所有要唱的诗歌，我们所有要听的你的话语，我们都要感谢你。我们先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一切。所以请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爱中，进入你所有一切要赐给我们。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们。圣灵，请你来带领我们更进入父的爱，因为只有你的爱能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你的圣名祈求。阿们阿们。来，我们今早晨有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姐妹来为我们赞美敬拜。 Amen。 来，我不必介绍了，要介绍吗？不需要介绍，要介绍吗？OK OK， 来，请我们的四位姐妹来带领我们。你将水变为
帮助我们，谁还能拦住我们？若上帝与我同行，谁还能抵挡我？若上帝帮助我们，谁还能拦住我们？若上帝与我同行，谁还能抵挡我们？我身最伟大，主耶稣，
我们永远都属于你的。谢谢你给我们的父亲。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灵魂，就像人也在你眼中献上敬拜，聆听在你的柔美，时常一切别难当，祝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聆听在你的柔美，世上一切别难当，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眼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痛在你？
尤其是身体健康，有了健康有平安，有了平安我们可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更知道他的带领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来一起再来宣告主的医治，主的一切带领在我们的生命中。 Amen Amen。 来，我们准备我们的饼和杯。宣告，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你破碎的身体，你破碎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因着你所受的鞭伤，因着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医治。阿门。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也领受这完全的医治，这完全的医治。阿门。来，一起。拿起我们这圣杯，这是我们的福，我们的福气。 Amen。 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谢谢你的宝血，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心愿，为我们所立的心愿，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也因着主你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在你的产业里得到丰盛的生命。阿们阿们阿们。来，我们感谢，我们一起喝。感谢主，也感谢主的圣灵带领我们。接下去就是我们要来听主的话语。今早晨我们有特别，我们的姐妹，我还没有之前，我要祝福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中秋节每一年，我们华人神每一年都有庆祝中秋节，是吗？中秋节是一个节日，我们家里团圆，所以中要吃圆圆的东西咯，圆圆的才团圆咯。那么在主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团圆，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一起团圆，我们在听主的话语的时候也是一起团圆，因为主的爱要把我们每一个都连在一起，来爱他，来敬拜他。Amen。 今早晨我们请我们的最亲爱的姐妹Tracy律师，Tracy姐妹来为我们分享主的大爱。大家早上好。好。哇，昨天晚上真的很兴奋的一个晚上，很祝福的一个晚上。我觉得神真的派了很多天使来，昨天晚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气氛、很多爱的一个晚会。今天我觉得也是很有福去分享今天的题目。今天是题目是成活的殿 Living Temple。 是讲什么是，当你想到什么是殿，神殿啊，什么是拜神的殿啊，你会想起什么呢？我小时候在中国长大的广州，其实有很多，中国是很多殿的，你知道是不是？很多中国式的殿，特别是每逢新年，
哇，拜神啊，全网 first place 第一炷香，系都到你啦，原谅我啊。First joystick in the temple, I get the whole year blessing. It's belief. 在香港啊，香港黄大仙庙 temple 黄大仙，年初一嘅香，年初一的香，年三十在排队。对呀、啊，很多人在门口就等着，一开门冲进去，我要第一炷香，要插在那个庙里面，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新年。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就好像跌倒了，哇，生理一定 PK， 跌倒了已经，这是祝福吗？为了抢第一炷香插在庙前面，所以今天我们是祝福的人，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让我们先祈祷，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祈祷。天上的神父，天父啊，我谢谢你给我们无限的爱，无条件的爱，谢谢你给我们这份的祝福，我们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夺，是你免费无条件的送给我们。今天我祈祷你的神，你的灵，神灵在，圣灵在我们当中，通过你的话语带领我讲出你想讲的话，让我通过我们认识什么是成活的殿，你的话语教导我们今天认识你想我们活的生命，这份充满丰盛的生命。谢谢主耶稣，与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门。好，今天的神的话语是从哥林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首先，殿，刚才我讲了，中国式的殿，马来西亚也有很美的殿，都有。回到圣经里面。以色列的神当时候第一个殿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在旷野里面，只是在一个 tent， 好像就是一个布做的，是这样的，是不是很谦卑、很不堂皇的样子？但是创造万物的神会来到这个谦卑、看起来不起眼的殿。第一个殿，你觉得哎呦，是不是觉得有点不是很堂皇？然后第二个神的殿，可以看到的，哇，在所罗门王的时代，所罗门王建造了这个很堂皇，没有人能再重复的这个殿，很多最好的树木、最好的金银财宝都放在里面。他的父亲大卫王为他准备了很多物料，物料啊，金银财宝哦，放在里面，非常堂皇。他那个也是以色列最堂皇的时代。神也会来到这个殿中。还有吗？有，以色列被打败灭国的时候，第三个是重建的殿，是不是？第三个就是巴比伦被掳之后回归了，然后尼布贾尼撒王让他们回去重建他们的殿。这个是应该是
大约是这个样子啊，没有所罗门王当时的那个唐王。但是这个殿很多很多困难，重建的时候有人记得用了多少年去建吗？所罗门王的殿这么堂皇啊，他用了14年。这个重建呢20年，因为碰到很多困难，有敌人有阻扰，他们不给他们建的殿，但是他们坚持20年后这个殿重建了，很兴奋，很多信主。这是旧约里面的殿。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殿呢？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6:19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里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什么？我们不自己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约里面，神不再让基督徒起什么堂王啊什么的殿。虽然现在我们教会有这个好像屋子啊，有一些都是有一些买一些building， 就是一个住所，这是人在里面聚会，但是那个不是神的殿，那个只是一个建筑物，是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神的殿，就算我们现在 TNCC 买了这个建筑物，也不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基督的，你们的身体，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殿不单是每一个人，也是我们聚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殿。这个是已经很大的分别。你看，神从叫他们在旧约里面有书卷，是每一寸用什么料子，有多长，有多高，前面放什么，里面不要放什么，谁在哪一个位置，都写得清清楚楚，是不是？那个殿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看现在的殿，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不同的样子。现在这里是华人比较多，有印度人，有外国的，有不同颜色的人，是不是？都是神的殿，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殿。很大的分别，是不是？殿已经有很大的分别。来看第二点，殿里面会有什么？旧约的时候，殿里面神是怎么样来到殿中的呢？那个殿是死的，如果是建筑物是什么？是不是？为什么要抢进去放第一香，第一支香啊？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相信殿里面是有灵，是不是？让我们来看看神在现身，在旧约里面的殿是怎么呢？哇，白天就是云柱，哇，很震动的样子，每个人都能看见，每个人都看见神现身了，哇！现在如果你看到云柱，你会，这是 tornado， 就是龙卷风来了，快跑啊！是不是？在美国很多龙卷风的嘛，是不是？龙卷风来了，我们快跑！但是那时候他们都哇，神来了，我们要跪下来敬拜，不同啊，是不是？晚上是更厉害，火柱，哇，火柱！现在你会，哇，那个大厦着火了，你会第一时间会跑。但
那让我想起那个911美国的那个Trade Center right， 哇，撞了以后哇着火了，是不是神在旧约的时候他出现在所罗门的宫殿，在这个旷野也是同样的出现，是这样子。虽然他们放在神殿中的是一个摆设，有七个神教他们放在殿里面的object 物体，但是神出现的时候是这样子，是吧？看，但是圣经约翰福音14:16，耶稣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即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来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礼物，他说：“我要求我的天父给你们一个保卫师。”如果他神说我们的身体就是殿，这个殿的里面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灵在里面，这个灵是永远跟我们一起的，是永远，他不会离开的。在旷野，在所罗门的殿，神会离开的哦，神技术上神是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神的现身不是常常会有的，就是他们旷野的时候他有看到云柱，晚上有看到所罗门，他不是就是在试探我们的眼睛，就是他们看到的也不是24小时那个云柱都在，只是旷野的时候是。但是耶稣求天父给我们的是真理的圣灵，是永远在我们里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灵有多么的厉害，罗马书18:10，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在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会想吗？我们刚才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电吗？我们的身体，你们现在的身体是电，但是也会有一天不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个身体没了，死了有一天。但是你的心里面的圣灵还在哦，因为耶稣说你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你们的肉体或者是会死去，但是心灵住在你们的灵会把你们死的身体活过来。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真的重生，生肉体上的重生；第二个是说为什么是成活的殿，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会有时候会如果没有了灵，其实属灵上也是会死掉，慢慢的死。这里是属灵上的死会复活过来，如果我们有圣灵的话，这个圣灵第一那个 power 那个力量是可以从死到复活。第二，以赛亚书12:12，
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不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当我准备这个时候，我觉得很祝福，去看到这个是七种的，有七种 sevenfold 七种的灵，也不是也是一起的，但是它有七种，可以让你们去看清楚。耶和华的灵，这个是他是指耶稣，就是天父神亚伟把这七种的灵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耶稣是神是人子在世上活的时候，他身上有这种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智慧有敬畏耶和华的灵都在他身上。现在这七种的特征还有从死里复活都在你们每个人身上。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无知，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的灵有多顶啊，有多劲啊，你知道吗？我们要智慧的时候，我求神给我智慧，怎么样做，怎么样决定，什么样选择是最好的，有智慧、知识、聪明。聪明其实英文是 understanding。中文有时候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Understand 就是你有知识，有时候你也要明白，是不是？你要明白理解，然后有 counsel 就是谋略，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能力是 mighty strength 有能力，这些全部都已经在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只是你有没有用，有没有求圣灵给你们。好像你要身体，我要得医治，我 两三天之前又跌倒，然后我说差点是走不动这样子，我说滑倒了，我说耶稣基督的名你给我复活，就是然后第二天已经好很多。在你们身上，我们这个要会死的身体是会因为疾病啊，因为跌倒啊，都会软弱下来，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灵不会的，如果在里面，你的思想不是跟这个世界的想法，就说哎呀老了没力了，这是正常的啦，不可能的啦，这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我老了记忆力不好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好像是有原因，好像，而且医生也是这样告诉你。但是我们从天上来的灵在里面不是这样的，它可以让我们重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也可以重生，是已经有见证过奇迹神迹发生在身体里面。我昨天上个星期看到 Matthew 那个祈祷的那个 leader， 他的眼睛从这样关起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病倒了，他看太多电脑，几个月后他就是看了医生一次，说你这个皮肤有问题，就是不能自动的打开眼睛，他就是祈祷祈祷祈祷，做一些调整，现在完全康复了。Amen。 他就是相信他有这个圣灵，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带领他。 Amen。 星期三如果你 看那个 Jail Meeting， 你就看到他的眼睛完全复原了。永远很重要，是不是？不是
有时候我能感觉到，有时候我不能感觉，这是你的感觉，不是神的感觉。这个刚才已经重复，这个第三点是什么呢？神说你的殿是成我的，是我的殿，现在是神的殿，我也给你一个礼物了，这个礼物是很金的，可以从死里面复活的，有没有用它呢？怎么样用它呢？提多书三章五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礼和圣灵的更新。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都看不见神，但可以感觉到，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真实的，他真正来到住在这个世上，他是神的话语变成肉体活出来，所以我们学耶稣的性格，耶稣做了什么，就是学神的话语，也是灵，因为神的话就是灵，也是生命。所以 TNCC 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看着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他的话语就是神，也是灵，就是生命。每天祈祷，每天我们看圣经，就是要有联系，是不是 connect 接触。很难想象，有时候一天你不见所有的人，有时候啊、哦，我想自己一不要吵我，要自己静一静。有时候有人是这样，有这样的时间哦。但是我们其实不能说我们不需要神的灵，我觉得我不行，因为叫我们能活的是灵。是他的灵叫我们的思想每天去更新，才能更明白我们的神对每一个人的有不同的目的，是不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对每一个人都不同的。你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是重复的，你走过的路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就算你的伴侣也不会一样的感受，是不是？就算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不会有同样的感受。所以神放在我们的灵，这个灵性叫我们每个人更新的都不一样，但是它一定会更新，它一定会带给我们每个人变成一个教会，就是不同的肢体变成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让更多人可以享受到这个天父的爱。所以他让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殿，不同的人在里面。今天我们学的，我重点是三个，从那个简单，看起来简单的经文，但是我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很祝福，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也可以说你们每个人都是神的殿，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永远在你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而这个灵最重要的是要我们有重生的生命，不是只是放在里面拿起来看看，哎，不错啊，我有这个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藏着那个金镯啊、珍珠啊，有时候古董啊，都是这样子拿出来看看，或者我们的银行古仔啊，
哇，我有这么多了，是这样吗？不是的，神的灵是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是每天都是可以更新。就算我们跌倒受伤健康不好，求他他会给你，因为他能 从死里面复活，也是会再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这是我们每天跟我们的天父谈话祈祷赞美歌颂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那是让我们重新更新我们的灵，他的灵不需要更新，是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是每天每时每刻。最后让我们来一个祈祷。天父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感谢你，感谢你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你的圣殿，赐给我们圣灵，这个圣灵是你从死里复活的灵，你的这个圣灵是跟天父耶和华的灵一样的灵，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当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有这个力量。我请求你更新我们的灵，更新我们的思想，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感染我们。我们是每个人每一时每一刻，让我们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体，给我们力量，重生的力量，每一天添加这个力量。感谢主耶稣，谢谢你耶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你知道吗，我做一个 example 了，你看 Jonathan 像 Pastor Heng 吗？不像。不像。不像哦。不像。OK， 你看 Carmen 会像 Ivy 和 Isaac 吗？像。不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有我们 DNA， 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也是到有像我，我的孙，他的我孩子的儿子也是有像他爸爸妈妈。那么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我们也要越来越像主耶稣了。Amen， Amen， Amen。因为有圣灵，每一次我们经过所经过在生命中所经过的考验难处，主的爱。主的话语，主的力量，每天每天更新我们，那么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会越像主耶稣。怎么样会像主耶稣呢？我们会爱别人，我们会为人祷告，我们不怕，虽然我们有病痛，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圣名，他的意志会领导我们。 Amen， Amen。 那么我们过后的日子，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回到主耶稣我们的天父哪里，所以我们是很有蒙福的儿女。 Amen， Amen， Amen。 我要欢迎月琴姐妹，好久没见到你。还有一个要讲什么我有一个我们的 Brother Stephen， 不要忘记哦，来上前来讲你的见证。最近我有一个手术嘛，就是讲一下这个手术的过程，而且我的复原的过程是蛮有带有奇迹的，所以我觉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OK， 这是我的正常的主动脉，是左手边的，在右手边的。这个是不正常的，有很多就是老年人病了，就是说主动脉从心脏下来的时候，在心脏也会有这样的 aneurysm， 是血球，就是它的血动脉的墙壁已经扩张了，它没有伸缩性了，变成它就肿大。在心脏呢，就是 thoracic， 那个更糟糕，那个是如果是真的爆的话，很快就完蛋了。如果在下面就是在腹部的话，这一个也会爆裂的。它的就是它的阔度如果超过 5.5cm 的话，就是危险期。正常跟不正常就是这位置。Next。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去年在沙亚南医院检查前列腺，前列腺你知道是 prostate， 我是老年人男的都有这个问题的，所以我是去检查，在还没有出事之前，我想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在医生为了要防止在尿道阻塞和要刮那个尿道壁就要给我一个药，说缩小这个前列腺，就不有以后你要去刮这个东西了。但这个药呢，对肾脏是有副作用的。在半年后呢，我是需要去扫描，因为我吃了嘛，吃了这半年之后要扫描你的肾脏有没有问题。肾脏如果有问题的话就 stop， 但是没有问题。但是要扫描的时候，你是不是从左肾脏扫到右，右又扫到左，但是中间是这个动脉，就 accident 就发觉说有这个东西是很 accidental 的，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奇迹？这个东西是没有病痛的，没有征兆的，所以我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发现了这个主动脉瘤。普通人呢是2.2公分，我们的。普通人是2.2公分，我的找到的时候是3.6公分，3.6过后他就证实我是有这个症状了，但是不是时候去医治。这样什么时候呢？就是要达到5.5公分，我从3.6再到4.1再到4.5，医生还是不要帮我动手术，因为还没有到那个危险期。跟着那主动脉是没有痛啊，没有征兆的。像这个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跟 Lucy Ball 是我们那个年代一个 comedian 这个女孩子是 comedian， 电视那黑白电视的时候她是很出名的 comedian， 她跟 Albert Einstein 也是因为这个东西死的。在那个时期，这种病症是要开剖腹然后去把一个拜放在那个动脉，然后又再钉回，那个是大手术来的，而且这种是马上要做的，不能够待命说我要进去等你开刀。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事嘛，当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整个腹部都是血了，来不及的。所以死亡率是80%，是死亡的，所以我是在那80%里面。这样的话，1991年之后就开始有了，从那个叫做动脉在 groin 上接这一个 stent 叫什么支架上去的，那个就很小的手术。就减低了很多这个死亡率，就减到1%，但是我幸亏在血流还没有爆裂之前，
我就能够做了。但是在这之前呢，有什么事情呢？我为什么会找到这一家医院呢？是因为我在这个 Institute Urbatan Forensic Negara， 我一个工程在那边，就去到那边，隔壁就是 IDN 哦，就是心脏医院了。这样我就说，我反正到了那边，车都 park 在那边了，我就走过去说 ，OK， 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来医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不是心脏，这个是动脉 ，vascular 是很少的，在这家医院只有一位专科，在苏邦加亚两位，但是我看了他们的履历，不是很感动啊。我都被这个感动了，因为他这个一年都做百多单这个手术，所以我就觉得，我就问他，他说 OK， 我要帮你扫描一下 CT angiogram， 扫描了之后5.8公分了，我是4.5的嘛，再进去的时候给他扫描5.8，哇，超标了 ，OK， 我就问怎么办。他说马上进入，你现在是超标了 ，OK， 所以你说，这个是我真正的血流的情况，这是我的，你看得出，平常是刚才你看到那个照片哦，直的，但是它已经爆出来了，所以这个是5.8，这是扫描的时候找到，我不单单找到这一个，就是大了。我还找到下面还有一个，所以我是有两个炸弹呢，不是一个。当然，这个大炸弹呢，已经是时候要爆了，因为超过5.5了。来，我想让你们看看这一个是怎样修复。让你知道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做的，很快的这个。Your surgeon will perform an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repair to prevent the rupture of a bulging area of your aorta. Endovascular aneurysm repair. Your surgeon will begin by making a small incision in your groin over your femoral artery. Then he or she will insert a guide wire into the artery.And gently push it up toward the site of your aneurysm. A catheter or hollow tube will be passed over the guide wire and pushed toward your aneurysm. Using live X-ray pictures as a guide, your surgeon will pass an endovascular stent graft, compressed fabric and metal tube, through the catheter to the aneurysm.Then he or she will open the graft, which will be held in place with metallic hooks and stents. Your surgeon may insert additional graft components to extend the graft into the blood vessels supplying your legs. Once the graft is in place, your blood will flow through it, not into the surrounding aneurysm sac, which will remove the pressure from your aneurysm. Finally, your surgeon will remove the catheters and close the incisions in your groin.The procedure will generally take 2 to 3 hours. Aortic aneurysm repair to prevent the rupture of a bulging area of your. 让你看得到是，看来是很简单。Your surgeon will perform an 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 repair to prevent the. 下一个，像我原本是18号入院的，我19号就动手术。就是3个月，先决条件呢，就是17号我要去诊所去 COVID test， 我不知道我是阳性，因为现在 COVID 都不知道的。我去到很高兴，我 COVID test 之后，不行哦，我说再 test 一次嘛，就第二款式的那个 test， 又再 test 也是阳性，我说不行啊，就展延到28号。你知不知道这10天，这个东西会长大的，会爆了。
所以这一个是增加了我的那个叫做那个危险啊的啊，对，所以我可以说是天父在保佑着我了。27号我经验了，28号我动手术。在动手术的时候，我很镇定啊，因为我把一切都交给耶稣，所以我 OK 进没事，出来没事。这样我是马上就推进 emergency， 那个叫什么 ICU。在 ICU 的时候，我是麻醉了，我是不知人事的。原本是说3个小时嘛，我到睡到六点才被他叫醒，但是没事。接下来呢，第二天呢要我吃粥了，第二天我吃粥了，没事。这样第三天我出院了。还有呢，这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了？星期天我来这个中文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了，我是已经动了手术2-3天了，但是我来了，我来了。跟着呢，你看得到，这种手术当然是插血管啊，这些东西我都是受伤的。受伤了，这是外表外皮，你可以想象插进了血管里面，也会这样的事情的。刚才你看到我被插的管是 air pipe， 因为恐怕我呼吸不到嘛，插进去了。我醒来的时候不能讲话，因为是插着在我的喉咙嘛。拉出来的时候，哦。很痛很痛，但是他都讲了，医生讲这个会伤到这个 pipe， 因为是 internal 在里面的，说我被那个拉出来了，这个里面的全部都拉出来了，放了那个支架。我支架呢，我不是放一个，我是放，也不是放两个，我是放3个。医生说你的血壁哈，太过perfect， 太过圆满了。人家的是好像树皮这样潮潮的啊，就是你要把它张开是很难的，不是这么容易。你的太过 smooth， 一下子就4.5变5.8变7，我最后的时候是7个cm 的，就是我在开刀那一天，他就拿着那个，应该你很清楚那个 X-ray， 去到我那边就照，我说已经7个cm 了。啊，长得很快，他说我的血壁 perfect， 要长就长，但是不会说。OK，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情况是很真实的嘛，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情况。这样这是外表，我内部的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没事啊，我能够来教堂，跟着星期一我去跳舞。我去跳舞，跟着呢，6号是最近而已，我去参加，因为3个月前已经定了，跟我的同学有两个同学是在参加的，变成我们3个月前就已经说 OK， 我们要见面，很久没有见面了，就大家一起去参加，是你知道的，都是很 family 的，很多穆斯林啊，很多印度人啊，我们去吃去喝。喝酒啦也是的，那医生说，我问了哦，我的生日了，他们要帮我庆祝是在 pub， 那 pub 来讲，你说不能够喝酒，那 pub 不喝酒喝什么？他说像人家喝10杯，你喝1杯了，我去人家也是喝啦哈，但是少一点啦，走，没事。OK， 出院的时候结账哦。我是不认识的，你看到的数目是92,339，就是93,000啊。我想给你知道的是，这个是保险会赔，但是保险赔有条件的嘛。我现在是3个支架，第3个支架是
没有事的哦。没有事的时候，你认为保险公司会不会赔呢？还没发生的事情，你放置假。我就问呢医生，这样的话很可能没有机会。他说 ，You leave it to me， 我写可以，你写 fail， 他写啊，我就得到93000，就是直接 insurance 赔这个赔给医院，我只是还390马币，这是奇迹吗？我想这个结论呢、啊，就是说我也要说，就是说很多人，很可能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东西。我想结论的时候，是让你们知道，我经过这条路的那个经过哈、啊，你看是什么原因、啊？第一个是检验肾脏，无意间发现主动脉这个瘤是恶性或者大性。你觉得吗？是肾脏哦，是查肾脏病人才发现，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然后我去法医研究院投标了哈，顺路就去 IGN， 这个是巧遇。我原本是在沙拉 hospital 检查的，因为老人嘛，老人就是医院哦，医院就是免费哦。去到那边他说要排队哦。我就这种东西不能够等了嘛，你是到我就是在10分钟里面就要进投递了，我是就是等死了那种嘛，啊，所以我去那边就是投标，就直接去，就直接的就是有一个医生，这个癌症医生很多是心脏的，只有一个是 vascular， 这是我的。Lucky 还是什么？是啊，唯一的。OK， 新冠检验呢是阳性，阳性的时候我叫 quarantine， 我叫休息。那10天，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你都知道，它已经长到7个cm， 那是我是被逼疯嘛？我觉得啦，没事情发生了。跟接下来手术前，医生用 X 光照的时候是7公分。之前的是5.8才是3个星期前嘛，一下子去了，真的分数的这个数据哈、哦，是超标，医生说我弯腰拿支笔啊，都有可能会逼爆这个血球，就是你一 bend down 也会可能爆的，但是我是没有事情，这个炸弹没有爆，我不单单一个炸弹，我是两个了。啊，手术医生说他多加了一支支架在右脚动脉，以防往后右脚动脉又伸出另一个瘤。因为我右脚是没事嘛，我左脚多了一粒，这边没有事，要加这一个支架。我说我担心了，说这是保险会不会赔呢？所以医生说他去处理成功，所以这个是我幸运哦。或者是上天安排。我28号动手术，29号在重症监护室，30号就出院了。我出院的第二天就是可以驾车去输葬了。啊，这是很大的风险手术，我是没事啊。我第二天我出院，第二天我就去输葬了。第三天是来教会嘛，第四天我去跳舞喽。6号我就去参加了，还有想让你知道哦，我们这里有一位是苏兰啊，苏兰姐妹，她的妹妹和我同一天入院，她的是脸部的 nerve， 她的有一点叫做什么？啊，保险，她是已经碰到的时候，她会痛会震动嘛，就是你讲话都不准了啊，这个是那个神经线在打架，他说是气轴心啊， OK， 这个打架他就要去做这个手术，他今天昨晚本来要来的嘛，昨晚来不到也是有事情，我都在这个讲台了，他还在家里面，
同一天入院了，他的是小手术，我的是生命危险的，但是我没事。我今天站在这里，你看得出我是刚刚动手术的吗？这样我在想，归根究底呢，这一切的巧妙安排都应归功于天父的厚爱，不然呢，怎么样解释？而且我是觉得我要谢谢天父了。